还有啊，你要什么？你往在那，你在厂时候咋跟你们回去说也很正常呀？你一般都是在厂那个厂子。这个的柔软性。啊，柔软性，那对于合作方面。不硬。对于合作方面，这个的这个也不硬。你经济国，经济国是不能打碗，不能什么的。看看你怎么弄的。啊？1000-2000。咱穿红背心的哈。啊，他知道的多，什么都明白哈。好，我们待会儿去问他。你问他去。嗯。